之陈玉桥，芝芝巧巧。哇塞，一登场就不同凡响，而且今天的服装很用心哦。很明显看到陈玉桥，他穿了布雷克莱弗利在电影当中的扮相，非常的高端时尚。那夏汝芝芝芝呢，在片中的这个现实生活现在的装扮，就跟片中的安娜坎卓克一样，邻家乖女孩、人气网红的形象。But 看到后面，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哦。那他们两位真的是一个超级超级的好闺蜜。两位一起看向中间下方的摄影机。好，两位请转向左下方。好，我们先来演两种桥段。第一个就是人前好闺蜜，人前手拉手的好闺蜜。So happy, so sweet, good girl. Girlfriends, yeah, 好甜哦，好快乐哦，感情感觉超级好的。好，两位互相撕裂对方，吵架了，斗心机耍狠，讨厌死对方，一辈子都不要联络，永远永远不再跟你见面，我恨死你，你欠我钱，抢我男朋友，什么坏事都做尽了，我恨你。但后来又和好了，又是好姐妹了，超棒的好演技，合作无间，掌声欢迎夏汝芝、陈玉桥，我们先单拍好不好？来，大家看抢拍，小香你先。芝芝，你看一下巧巧那是什么？用你来介绍一下好不好？那个波涛汹涌，好惊人。我觉得我刚刚在后台想说，其实我刚刚跟他拍照的时候，我想说，如果我是男生的话，我应该会很常跟他撒娇，就是我想要在他的胸口。真的很惊人，而且我们这样侧面看那个，我都很多直视了哈。哎，你也不妨多让呢哈。今天搏杀哦，我们先来拍这个巧巧，很用心哦。今天的穿着就是这个布雷克莱弗利在片中的造型。好，可以吗？那我们接下来换一下这个芝芝，来，请。好，那我们请巧巧来聊一下芝芝。我觉得她的背就是把衣服穿反了，她应该把那件反过来穿。嗯，说的真好，对，我也这么觉得呢。怎么穿反了呢？那麻烦巧巧，你帮他调整一下好吗？骑上去调整他的衣服。我真的好想把这个拉开。不要乱动，今天尺度也太夸张了吧？超级性感啊，背后有玄机。是不是？这个就是背跟前一个拿手。哎，你们今天是互补哎，你今天是攻前，对不对？他攻后，厉害。那等下他访问的时候，一路都是背对大家访问，好不好？有没有？你很厉害哦，这一招。威风，你看。超强哎！男生看到都会尾随他哎，是不是？好，谢谢芝芝，我们来受访一下喽，欢迎两位，欢迎芝芝、巧巧。先请芝芝跟现场的媒体朋友们打声招呼。现场的媒体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芝芝夏汝芝，欢迎夏汝芝，掌声尖叫。哎，等一下，我换个位置了，因为粉丝在这边，不好意思挡到你们的女神了哈。接下来我们欢迎陈玉桥。Hello， 大家好，我是玉桥。哎，两位，哎，好，欢迎两位，两位是好姐妹，对不对？很好，有多好，来分享一下。哇塞，嗯，其实我应该算是玉桥新进公司的时候，马上就认识，就是一拍即合的那种。对，因为她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真。然后很直接的一个女生，然后她其实真的很挺很挺朋友，就这一点让我真的觉得就是很容易就很放心的跟她当很好很好的朋友之外，因为我又很像男孩子，可是她又有非常多像小公主啊像小女生的样子，所以我又很想保护她，所以其实是两个很互补的个性。真的没有偷偷讨厌过彼此吗？没有没有。哇，你们感情真的非常好姐妹耶。那巧巧觉得芝芝呢？我觉得芝芝是一个非常会照顾人的人，而且她的个性就是就是有男生的一面，也有女孩的一面。就是她有时候也很浪漫，很少女心，然后有时候又很男生，很想保护我。而且重点是我们好到之前有一起泡过温泉。哦，就是刚雨珍说的，
都看得到，坦然相见，完全就是坦然相见。那乔乔，你们是在日本主持节目的时候看到的吗？还是私下？私底下有约，对，就不是在工作的场合，就有私约了，泡汤。感情真的很好，那可不可以偷偷分享一下，乔乔在你眼中当初看到芝芝的，就是曲线那个，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个？应该是由我分享吧，应该是由我分享吧，没有，我也很值得分享，因为你知道他芝芝都包得紧紧的，因为他非常每天都在运动，所以他的那个肌肉的线条非常的漂亮，而且他的臀真的是非常的翘，没有蜜桃臀，没有没有，我真的只有可能真的就只有臀可能真的可以。可以拿出来现一下，但是你知道，但是现在吗？没有没有，我的意思是，但是你知道乔乔多夸张吗？乔乔真的就是从头到脚找不出他任何一个缺点，他有胸有腰有屁股，而且重点是他的腿，他今天包起来真的太可惜了，他腿好细哦，哇，又细，然后腰又细，胸又是啊，来，哇，哎，我主持。这样好不好？我们现在记者会现场转到那个温泉池旁，好不好？来，这是我们的秘密，只有彼此好姐妹才可以看。那你们两位是这个好闺蜜，是人生总会碰到很坏、很烂的闺蜜，被背叛过的经验有没有？就像电影当中两个互相撕裂对方，有没有这样的闺蜜？讲出来，她是谁？对着镜头说。天哪，我曾经有一个好姐妹，我跟她蛮好的，就她当时喜欢我那个时候的男朋友。就是男朋友吗？对，当时的男朋友已经分手了，几年前，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怎么会被？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雨乔是一个我太容易相信了，然后对对，而且因为她对她的男朋友真的是无微不至，无微不至，真的，她喜欢这个男生的时候，她就是把他当成像一个国王、皇上一样的对待，这样子，对，皇上，所以她。可能会很心痛的一点是因为这个男生，我相信啦，就算即使她姐妹喜欢他，可是这男生可能也有施出一些善意，所以其实是同时两个人让他可能会很心痛。对啊，那这样子，那个时候就等于是失去最好的朋友，也失去我爱的人。对啊，那这样还能做朋友吗？不行，没办法，对，就是因为一个男人。对，那这个男人你比较恨还是比较恨这个坏闺蜜？我觉得两个都有错，因为我觉得男生也可以不接受女生的。对啊。诱惑，然后女生也有错，因为她还是我的好姐妹，对，怎么可以抢我喜欢的人？而且她一定有跟她分享一些事情，对，哎、欸，好揪心哦，哎呀，那芝芝呢？你？我觉得我还算幸运，可是我觉得大部分是因为我像个老人，对，就是什么？你哪是老人、啊？不是你，他是用老人魂，然后又很爱打电动，对，我真的是他很就是一个很宅的人。对，所以我要很相信的朋友才会出去，比方说像乔乔，可是我跟他基本上比较常的话，出去就是只有单独两个人，就你们两个，对，我们两个会很常就是一起约会，对，就是我们两个人，所以其实要遇到像这样子，可能有闺蜜会伤害世界会比较少，对，然后我是觉得其实没有说谁伤害谁，但是我觉得有时候要适时的懂得保护自己，是要懂得自保，这样 对不对？这才是最重要的。哎，不过你们有没有可能会同时？时间爱上同一个男人，哦，这个可以考证，完全不会，因为我们两个喜欢的菜是108000里，不可能哇！完全，我喜欢的菜我不喜欢，我喜欢的他没兴趣。对，小乔你喜欢哪一型？我们来介绍一下你喜欢的型。像彭于晏啊 ，Andy 啊，彭于晏，彭于晏啊，他是彭太太哦，彭太太之称，彭太太啊。我爱你你要加三个字说彭于晏我爱你，彭于晏我真的很爱。我们今天的影片可以帮我 at 一下那个彭于晏吗？这样他就可以看到他的告白。拜托大家，我真心的，他真的是从出道一直到现在，我每他的每一部戏我都有看，而且我们去 KTV 他一定要点他的歌，当当当，对，哎呦，当当当，而且他会跳，他还会跳，可以看一下吗？你又没有他，邀请他唱，该唱 Kiss Me 吧 ？Kiss Me， 对不对？因为我最近才发了新的 EP， 对，哦，所以我很想要他 Kiss Me， 呀，哎 ，OK， 那芝芝，他喜欢 GD， 对，芝芝，可是我是比较喜欢可能，然后像艺术家吧，哦，天蝎
天座的女生比较喜欢有一点有点魅力，就是她一定要有一个很吸引我的点，她不一定是外在吸引我，她可能个性也好，或者她的工作态度，就她有一个可能很有她自己的魅力的点。我不许这样说，彭于晏也非常有魅力。对，彭于晏真的是太有魅力了，我觉得我配不上他。太可惜。没有啊，开玩笑。所以两位都是不抢菜的。对，不抢菜，他是走艺术派的。那如果回到我们这个戏剧上面，这两个角色你们要怎么安排？如果好姐妹一起拿到这个剧本，同时爱上同一个角色，那也很困难啊，反抢角色。我的造型今天就是毋庸置疑，就是 Blair Lively， 对对，就在戏里面的造型，是的，对。所以你会演布雷克莱弗利？是，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说这样子，就是大家可能对我们外在的形象会直觉把我当成他，然后把他当成他，可是今天我们想要有一点点突破，不一样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才会有一点点好像颠倒的样子。哎，好用心哦。对，而且其实连我们的穿着，大家可能看我的穿着，我觉得以为是他，对我刚刚被骗到。对，但其实海报他故意把两个人的角色的穿着反了。对，所以我们想要表现出真的戏里戏外跟我们看到的不一样。我们是不是很用心？很用心，我们是不是在看广告？没有，我觉得你们心机真的好重，我刚刚完全就是蒙混我的视听嘞。那这样好不好？既然都选好角色了，你们不就现场来一小段？好呀。你就是时尚贵妇，你就是人气网红。对，我们把里面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小小片段重演。对，好，加上我们一点点的小心机。Freestyle， 好，那要跟我讲什么都停哦，大概十分钟可以演得完吗？大概十几秒就结束了。十几秒，好，现场倒数五、四、三、二 ，Action。在拍我吗？对啊，删掉。哦，我只是觉得你今天真的好美哦，我把它删掉咯。删掉。走吧，我去喝酒。真的很会演呢，哎，还没删掉吧？感觉看样子你应该是不会把声音规划一下。大家辛苦了，辛苦了，很棒哎！你们真的是很好的姐妹，我们真的很找对人来站台，好棒哦！因为我一直都很想看这一部戏，所以之前就有看了一下小说，然后就很喜欢。你真的很认真做功课，原著小说把它讲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大家一定看完这部电影之后，也要看一下小说。好，那小说几页？小说几页？好，几页？那你们好到这样子的话，你们有没有可能好到像片中两位女主角还嘴对嘴接吻 kiss？ 没有，我真的很正常。你们曾经亲过鼻子吗？我常常亲鼻子。对啊。Really？ Yeah。 那今天我们的压轴的时间，不如你们就舌吻十秒结束喽。好，我帮手满。哎，谢谢夏如芝、陈宇桥 kiss。中间下方，这不是我们票房破亿才会玩的游戏吗？他们两个真的是好闺蜜哦！掌声再次谢谢我们夏如芝、陈宇桥，谢谢两位，谢谢。好，那我们今天首映会在这边稍微告个段落，我们接下来进行电子媒体的联访。